激烈争吵后，你到夜店一多练，带着酒窝闻，色上他的车，我说给你挣够，我错了 ，I know， 我们重新来过，给我机会一次就够。你故意打着他的肩，一副要追他的瞬间，是为了让我尝尝喜欢的人在别人怀中的感觉。系咁啦，有老嫂记住 call 我啊！激烈争吵后，你到我咖喱豆油，带着意乱情迷的表情，见得他家人受的香水好甜蜜，你说为替我找回唇蜜，也能让我尝尝爱的人在别人怀里的感觉。